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1周年，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社会各界300多人参加仪式，现场敲响警示钟14响，拉响警报3分钟。今天上午9点18分，在撞钟鸣警仪式举行的同时，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3分钟。